聽你麥家樂，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第25屆香港動漫電玩節嘅會場呢一度啊！咁嗱，當然啦，頭先啊，啱啱咧先至完結咗一屆係 cosplay 嘉年華啦，大家都見到好多好專業嘅 cosplayer 咧喺個舞台上面咧係表演嘅。咁但係其實咧唔單止係佢哋喎，喺台下邊咧，其實我哋都見到咧有好多嘅 cosplayer 都係好悉心嘅打扮啦。咁啊，大會咧有見及此啊，所以特登咧留低呢個咁靚嘅舞台，哇！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同埋好多錢。有啲專業團隊去搭嘅，所以咧真係唔好浪費呢個舞台。我哋就算呢個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啦，係最後嘅一個環節，但我都用盡呢個舞台，因為咧有好多 cosplayer 咧都好想嘗試踩下上呢個舞台，俾大家影下靚相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就不如咁樣啦，我哋請最專業嘅啲 cosplayer 行一行個 catwalk， 究竟個 catwalk 應該係點樣行法嘅咧？點為之專業呢？我哋請第一個為我哋表演嘅就係阿優，表演單人 cosplay catwalk。大家可以俾啲掌聲阿優啊！跟住落嚟，亦都有小組，小組應該點樣表演嘅咧？示範一下俾大家睇下。首先就係擺個 pose 先，第二個 pose。跟住就可以移去台中央，虛擬嘅自拍，好，最後尾去到台嘅另外一端，謝謝好啦，我都落翻嚟啦，跟住咧就請做一位請，或者逐個小組請啦。首先就係雪音，跟住就係加油加美油 set 跟入，然之後有一對嘅組合，王者同埋冰島雪鷹。之後我哋有茶湯同氣輪。
跟住我哋有雪喵、毛君貓貓。接下来我们有远远，然之后有老虎仔同埋泡芙，成功了，跟住有十分同埋正。跟住落嚟有冷血。之后我哋有 GP，有未來同埋阿奇，真山同埋 Rainbow。我記得幫你影相啊，記得。睇到自己個大人角色係咪好正咧？跟住嚟有小桃同埋 Randico。
接下來有今天第一次 cosplay， 雖然很緊張，但都走了上台的樂樂。 然後我們有阿晴。 然後今日又第一次cosplay，但終於上台嘅Eki，然後係一對組合蘇蘇、欣欣杯同埋成成。 接下來有齊齊。 Thank you.
正。大家都幾好享受呢個舞台喎。跟住落嚟有 A G。然之後我哋有 Rex， 跟住我哋有 Leo。跟住有 AK， 跟住落嚟我哋有某東。接下来有请 Alex 和逍遥，多谢。跟住有阿毛，跟住有 Kululu， 跟住落嚟有復格家，佢話今日係復仇戰火。跟住有半月，跟住落嚟
有復修到魚伴角色的戰遊電子。之後我哋有 circle。接住落嚟有 fruit。有奶龍，仲有男型阿秋，
有阿杰图。跟住嚟有白澤，跟住落嚟有 Hugo。李維斯啊，頭先主播嗰陣我都合咗條，跟住我哋有重沙。跟住落嚟有一對組合 ，CL、Kami、獅子、Leo。接下来又另一队组合623红月红茶，有梅子时晨曦，跟住落嚟有 Lan Lan 同埋 Model。接下來呢，請出就是剛才呢扮演心姐個女女的 Lina， 同埋佢真係叫媽咪仙兒，亦都係資深 cosplayer， 今年攞咗 cosplay 大賽嘅亞軍噶。最後一隻上場就是大師。
大公仔系啊，最大嗰只啊，留到最尾啊。你叫上嚟都有啲困難，所以工作人員幫助一下先。係啊，其實咧玩呢個都好辛苦噶，又要著呢個嘢過嚟，我都唔知佢點樣帶嚟會展嘅。其實，快啲掌聲佢得唔得啊？亦都要唔該曬我啲工作人員啊！係啊，慢慢帶佢真係，佢我諗乜乜都睇唔到，其實行都好辛苦啊！好啦，差唔多係啦，對住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係。喂，你好啦，行埋呢邊啦，行埋呢邊，小心啊！你唔好撲親啊你，你撲親好大件事噶。好啦，終於咁多位嘅表演者咧，亦都完結曬啦。因為咧留翻阿大師最尾，大家知道咩原因啦？因為佢喺行動咧唔係好方便嘅，其實就可唔可以俾一次掌聲所有頭先嘅參加者啊？呢個時候咧就再請佢哋再一次上台影翻張大合照。咁難得我哋搞呢個嘅 First Take Cosplay Catwalk Show。我真係用盡曬呢個大舞台，咁啊，俾所有 cosplay 嘅朋友們咧都可以踩上呢個台，又有一個大電視，真係好難得噶，真係唔係講笑噶。團隊雖然很長，但係代表咧，我哋呢個有很多嘅朋友都係好中意 cosplay 角色扮演，因為佢哋可以自由地選擇，中意扮邊個就扮邊個。而且咧，見到佢哋每一位上咗台嘅咧，啲衫都做得真係好有心機嘅。咁我有好多啲嚇，扮曬超人啲嗰啲盔甲啊，啲都唔容易搞喎，其實。有冇數過你有幾多人參加咧？其實80係嘛？80位參賽者，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？佢哋唔係參賽，都係純粹 catwalk 啫。哇！真係好人齊啊！我都企埋喺側邊影翻張相先，企埋啲人要再影入少少大家，係啊，驚影唔曬啊！呢、这個 First Take Cosplay Catwalk Show 亦都圓滿結束啦！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再一次俾啲掌聲，80位啊 Catwalk 嘅 cosplayers， 俾啲掌聲你自己，亦都非常之值得紀念嘅一刻。但係講到嚟呢一度，2024香港動漫電玩節亦都圓滿結束，亦都多謝大家喺主舞台呢個節目咧。亦都係全部完結，亦都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，無論係 cosplay 大賽或者係 cosplay 嘉年華，嚟到今日最後尾嘅時候，仍然有你哋嘅支持，先至係最重要。多謝曬你哋，俾啲掌聲自己。要再一次多謝台前幕嘅工作人員，佢哋呢幾日嚟嘅辛勞，多謝曬佢哋。好到呢一刻，主舞台呢度嘅所有節目亦都要完結啦。我哋約好咗。明年再見，拜拜。
Stop.